现在就是很复杂的问题吧，就是要卖啊，国家要卖啊，对我们来说，我们能有怎么办？他们会给一定的偿的，但是呢，对爸爸来说不值得啊。在上海老洋房居住了50年的他，如今却要被迫搬离。这双王八皮鞋嘛，现在不穿了，要咔咔清房把它归档。当现实与理想发生冲突，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？你身体当心啊，不要太激动啊，跟不要太激动。好吧。我会很坚定。纪录片编辑室，第二个春天正在播出。是不需要理由的，两样东西是我生命当中最所爱的，一个是画，一个是音乐。5岁的时候坐着小板凳在 radio 面前听介绍歌剧啊、古典音乐、交响乐什么的，但是同样那个时候也喜欢画。5、6岁的时候，家里报纸、什么纸，包括这个马桶间用的卫生纸都给我用画完了。退休是85年，我实在是在单位里面做不下去了，因为我想抽出一点时间画画。我这人是很讲情调的，比如喝酒要有喝酒的音乐，喝咖啡要喝咖啡的音乐。自己觉得孤单伤感的时候听伤感的音乐，这一切都是为我自己而做。然而呢，还有喜欢画画，那些东西是为了打发我太太走了以后我的寂寞。我那个时间怎么度过呢？就做这两事，一个就是配音乐，一个就是画画。结果没想到呢，这两样东西都吸引了很多人，他们喜欢到这儿听我的音乐，看我的画。这样来呢，我这人群呢，人气就开始来了。而且被人发现的越来越多了，就是说，因为他们有时候在外面听不到的音乐，在这儿都能听到。我去过的地方很少。当时我认识的美国的一个领事馆的官员呢，是我很好的朋友。他问过我，他说：“你应该到美国去。”他说：“啊。”我说：“我去干嘛？我都无法生存。”你可以靠你的话。后来我想，他大概觉得美国大概是比较需要像我们这样有一些手艺的人啊。但是我还是觉得，已经现在这个年龄再去拼没什么意思了。好莱坞影城，这个影城的面积要占了我们上海的一半。我们坐去都是坐专车去的，他去了以后到一个车间，车间一进去门关掉了，门关掉了以后，等一下就是火山爆发，我们就是在那个火山爆发里面，真的很值得去。国外有，现在呢，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在明年的4月15号左右，是组织美国游。美国游呢，我去年已经组织了3批，我自己第一批带了80个人，最大的年龄是82岁。那，这两位老先生已经名也报了，钱也付了，脑干了。哎，站起来，你们两个人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。看。哎，大家好。结果呢，他们明年去，他们两位啊已经80多岁，跟我到过港澳游，跟我到过日本，所以呢，哎，还到大连。我们大连你也去过是吧？哎，你也去的，啊，你们都去的啊。哎，那么美国呢，我跟你说，27000，走哪几个地方？夏威夷、洛杉矶、拉斯维加斯、纽约、旧金山、
这两位老先生呢，跟我们这两对夫妻来站姐给大家看看。你们好。哎，第一批跟我去的，他还是车长。哎，你们猜得出他几岁吧？哎，十八岁，明年十八。好，坐坐坐。到美国去的举手，到美国去的举手，手举得不高。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我停下来。这个是自制的美容的化妆品，既便宜又实惠，它对这个皮肤很有营养。因为我放的是什么，刚才一个是黄瓜，还有一个是蛋清，还有一个是蜂蜜，这三样东西放在这个里面打烂了以后，每天早晚两次，早上一次，起床洗脸嘛，总要洗脸了，摇完了以后，把这个粘在这个毛巾上面按摩，每天按摩，这样按摩，然后多了呢，把手上也擦擦。我给你擦一点啊，感觉温馨吧？很舒服啊。很舒服。一般我是用冷水的，今天因为零下三度，稍微放一点温的水。因为现在年龄大了咯，要保养，那我就用这个产品，自己制作的产品做保养，那个皮肤呢应该讲还是可以，对不对？外面买来的那个化妆品很贵，一点点，但是还要过敏，发粒粒粒粒东西，有的人不服嘛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是天然的，完全没有刺激，没有副作用，多好，我就用这个。超过了大了。哎，那么阿拉现在呢，就是生活呢要活得老充实，质量呢要好，所以我还要画图。最近呢，阿拉老好拍照片，不蛮好嘛。刚刚在那拍，兴趣蛮好，不一定拍得好。你俩，我也拍得很好。阿拉现在我在搞，新中国的样子，老早的老的房子啥拍下来，留个纪念。对。新的房子嘛是发展，啊，爷爷呢？咱们也跟狗狗拍在一起。这位啊，这位就我八岁，我那个哥哥了开跳舞学院的了，所以我从小在家里是看见人家
很多舞女，那时候很多 dancing girl 到我家里来学跳舞，学跳舞嘛，我从小就已经看着我要跳了。有时候我哥哥在底下翻天吃饭了，哎，你上去教他们跳了。哦，我这么小，抱了他这个屁股，他们两个就推他们跳。哦，三步，哦啊 ，slow waltz 教他们跳，那是我已经会得跳，所以现在我跳了。开 party 开了60年了，文化大革命，人家不跳舞，我们家里窗帘不拉起来，照样跳。